谢所有的三位朋友。今天呢，是我们主场的第60场赛事哦。正所谓有始有终，我相信很多人从第一场都陪伴着我们到第60场，也谢谢大家。真的，今天最后一场比赛，我希望大家毫无保留，一起加油，一起享受。我想呢，这就是棒球最大的乐趣了。赛前一样把加油声借给我。